大家好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那我们现在开始吧。一，你能不能借我一点钱？二，我忘带护照了。三，明天我就把这本书还你。四，这道菜味道怎么样？五，我尝了一下这道菜，稍微有点淡。六，你放盐了吗？七，这个汤太咸了。八，经理，我想请一天病假，可以吗？九，明天我要去机场接一位客人。十，我每个周日都会去游泳馆。十一，你有时间能教教我弹钢琴吗？十二，明天早上几点集合？十三，放心吧，明天我一定准时到。十四，我的护照丢了，明天要去大使馆重新办一个。十五，明天我要去办签证，不能和你吃饭了。十六，表格上再加一行标题吧。十七，大家站成两列。十八，这个球差一点就进了。十九，比赛还剩一分钟就要结束了。二十，你觉得我留长头发好看还是短头发好看？一，你能不能借我一点钱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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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，我忘带护照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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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，明天我就把这本书还你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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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四，这道菜味道怎么样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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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五，我尝了一下这道菜，稍微有点淡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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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六，你放盐了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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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七，这个汤太咸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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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八，经理，我想请一天病假，可以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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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九，明天我要去机场接一位客人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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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，我每个周日都会去游泳馆。我每个周日都会去游泳馆。我每个周日都会去游泳馆。我每个周日
都会去游泳馆。十一，你有时间能教教我弹钢琴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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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二，明天早上几点集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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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三，放心吧，明天我一定准时到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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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四，我的护照丢了，明天要去大使馆重新办一个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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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六，明天我要去办签证，不能和你吃饭了。明天我要去办签证。十五，明天我要去办签证，不能和你吃饭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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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六，表格上再加一行标题吧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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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七，大家站成两列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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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八，这个球差一点就进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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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九，比赛还剩一分钟就要结束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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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十，你觉得我留长头发好看还是短头发好看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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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，那我们明天再见吧，拜拜。